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子毅。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出发去公司的录音棚试音了。这个，现在来到了便利店，那我们就浅浅的挑一些早餐吃吧。这个看起来也太好吃了，但是我不吃。我们现在已经坐车出发了，我们浅浅在车上吃个早饭吧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录音棚，然后我准备第一个开始录，给你们浅浅看一下我们的录音棚吧。今日的录音任务圆满完成，然后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多的支持我们的舞台咯，爱你们。后档。最后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，那我们最后来以一段今日的天空作为结束吧，拜拜。